现在在从北京飞往上海的路上，这是我今天中午的一杯咖啡，北京机场必备 Manner 咖啡，我的最爱。今天我看小瓶给我点什么，因为我今天我没有特意说哦，燕麦桂花拿铁，要起飞了吗？系好安全带，今天特别冷。到吃饭时间，我就在看剧呢。我想说，每次因为我们经常出差嘛，然后最近比较常到上海和长沙，基本上就是酒店附近的美食我们都会吃一个遍。然后今天我们点的这个是红料理，因为我不想吃辣的，然后呢又想吃点汤，里面有什么紫竹啊、冬瓜呀、豆芽呀，然后还有什么竹笋啊之类的。然后我们点了一个油碟，然后这个是干碟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脆皮五花肉，然后还点了个包菜可以包来吃。我们刚到上海，一会儿晚上我要去练舞蹈，我们二公老师家学员一起表演。我会觉得它太脆，就是你知道这种包菜你要有一点酱才好吃，就单吃是特别好吃的，就那个烧烤味特别足。但是呢如果要是跟菜一起包来吃的话就一般般，我觉得。但这个很好吃，这是什么汤底？骨汤，反正基本上没有油碟它都很入味了。这叫豆汤煮青菜，这就更清淡了。其实这一餐拢共加起来最后是吧，大大的一个节约。我现在在看人世间，再看到第30集了哦，要跳舞去了。今天小平点了韩餐，叫什么？中文名叫韩式年糕火锅。紫菜包饭就剩最后一个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米肠，蘸一下这个盐。米肠汤面顺德32块钱。金枪鱼餐期停吧，28块钱。炒年糕22块钱。鱼饼国际欧姆16块钱。然后还点了一个Cheese pizza， 因为韩餐分很多种嘛，韩国人叫푼식，就是炒年糕啊、米肠这种，就是叫做푼식。北京有一家푼식的店是花花介绍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跟韩国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叫阿坝多福鸡，基本上打90分以上吧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觉得米肠和紫菜包饭是最好吃的，可以打个70多，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盐做的不是很好，就是不正宗，就太红了，不对，比较粉红色的。请问这个。Cheese pizza， 来干杯，干杯 ！Cheese pizza， 干杯！就是很奇怪，它就是凝固了。好吧，这是一个不拔丝的 cheese。反正总之这家店拉不比还可以，顺带和这个还不错。总共加起来多少钱？303。那还是推荐大家吃昨天的那个。这个你还没有吃？我不想吃，我看到它我就不想吃，好吗？我在韩国的时候，我最不喜欢吃的也是这种炸鸡，因为我觉得这种炸鸡就是甜吧，嗖嗖。我都喜欢吃 孝春 chicken， 就它里面有一个辣酱，它也是炸过了之后，就它是那种皮就比较薄一点的，这个就是裹那个面粉裹的贼厚。然后我还喜欢吃 Q-Chun Chicken 的那个看酱嘛，就是酱油味哦。我跟你讲那个超好吃，而且它那个鸡翅小小的就很香。噔噔噔噔，今天晚上的美味大餐、刚刚排完练，我现在腰酸背痛的，因为中午我们不是吃了一个不太好吃的这个韩餐，所以呢我们晚上就点了我在韩国特别喜欢吃的 Q-Chun Chicken 孝春炸鸡。对，然后今天有辣的、酱油的、蜂蜜的，是吧？有3种口味。一般我在韩国的话，我就喜欢吃这2个口味的。然后还有什么炒年糕、黄油饭。因为等一下我要跟我的朋友喝2杯红酒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，在上海很好吃的火腿，就是这家 ALIMENTARI。反正我跟你说，他这个火腿真的非常的好吃。他们家这样子一份基本上是25开始，28、32、35、45等等不等的，2、4、5、6，我的天，他买了八份，可能怕我饿，然后点了一份 cheese。他们家 cheese 也很好吃，来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他一份分量有多大。噔噔噔噔，我跟你讲哪一个好吃啊？塞拉诺火腿很好吃。斯比亚纳塔萨拉米原味的好吃，都是32块钱一份。意式风干的干薄肉我觉得有点过咸了，然后松露的萨拉米，反正这个很好吃，它一份就这么多，我给大家每一个都展示一下哈。
好，这是原味的，真的巨好吃又便宜。这个我刚吃了，这应该是干薄肉，有点过咸。这个应该是松露的，我闻一下。哦，这个不是茴香还是什么东西？但它里面的那个烟熏味儿真的好好吃啊！哎，这个很好吃，尝尝。哇，哦，这是日式的风干火腿。风干火腿，嗯，这一份里面有多少片？20片，二十多。这还不错，这应该是布拉格风味火腿。这个好好吃啊！就好吃哈。嗯。哦，这个 cheese 好吃。这是他们家新出的，叫做圣奈克泰尔。嗯，这个 cheese 是非常的柔滑，但是它的那个奶酪味，奶酪味很重，就是高级的味道。我有一点臭臭的。对，它就是有那个刺鼻的味道。小瓶不行，感觉回味很臭。哎，是有点臭哎。他还点了一个芝麻菜，还有全冷，还有消防棍儿。好嘞，好嘞，现在我立马，我先尝一下黄油饭。嗯，蒜头味非常的重，很香，一个是辣的，一个是不辣的，让我先尝一下不辣的。哎，好好吃啊，我的妈呀，大家可以去点了，跟韩国的几乎一样。小春炸鸡和春鸡饼，肉质非常的鲜美，很柔软，这旁边是蜂蜜是吗？嗯。哎，这个很一般，很一般的，很一般的。这太甜了，而且好腻的感觉啊！如果你想尝试，你可以尝一下，但是我不建议点，我还是喜欢吃原味和辣味的。我来尝一下这个豆腐饼，嗯，这个就差点意思，我觉得它有一点太甜了。嗯，但这个炸鸡真的很好吃，好吧？今天的晚餐很成功，很成功。这个是小菜园，我突然想起来昨天就是那个蜂蜜的炸鸡，我就很不喜欢嘛。我朋友来说很好吃，啊，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吗？是我不配做大众评审吗？我有一个刁蛮的舌头，好吧。那我特别爱吃这个芸豆丝儿，豆角。这个是什么？香蕉小炒肉。这个一看就是蘑菇。这个很好吃，芸豆丝儿，然后包起来。多少钱？259。六菜一汤。六菜一汤。嗯，反正这家菜我是特别最喜欢吃这个青椒肉丝，第一次吃是会有一点惊艳的，可以喝喝。嗯，就是这种家常的味道，就它不是说我会值得我用跑腿去买它的。昨天的这个火腿是值得我会去用跑腿买它的。为什么没有人露脸？是因为姐说她不能露脸。所以今天这期只有下半身。这个什么轻乳茶，然后这个是芭乐是不是？对，那我喝一点芭乐。这是新品。怎么样？这个芭乐非常的好喝，你们快试一下。嗯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新鲜？有点像石榴的这种。哦，它是芭乐加葡萄冰沙绿盐轻乳茶，它就是非常淡的绿茶底，我加了一点点奶，然后又不是很甜，那就好喝。芭乐好喝。这是啥？泡芙。嗯，蘑菇是什么？还行。冰爆泡芙，巧克力味，那挺好吃的。嗯，真好喝呀。哦，好吃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喝。但是没有鲍师傅的好吃，我觉得这三个里面最好吃是这个芝士的。我现在在杭州，然后呢我们今天吃的是汉堡，应该是昨天吧，看到附近有一个 Black Burger， 就叫黑汉堡。然后呢我们今天点的这个是日式和风的牛肉汉堡，这个是芝士的汉堡，然后这个是夏威夷牛肉的，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薯条，还有一个孤零零的一个鸡翅。好黑哦。我看一下哪个比较好吃啊。好，我现在开吃了，我先尝一下芝士的。嗯，不错呀，就是它的这个面包会稍微发甜一点点。但我今天不喝可乐，我喝巴黎水。我吃了一个这个，我再尝一下这个夏威夷的，好吧。哦，夏威夷真的蛮香的。嗯嗯，它会有一点点像碳烤的味道，它有培根，然后有菠萝，有这个
牛肉，然后这个的芝士比我吃到最好吃的芝士要稍微差一点点，我觉得在外卖里面还算不错吧，至少是目前杭州我觉得这附近还算是比较好吃的汉堡。我们来尝一下日式和风汉堡，这第一名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第一名，巧克力。安妮，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，稍微有一点点发甜，因为它的面包就有点发甜。就这个里面，你看它明显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么丰富。在我这里，夏威夷口味的是排第一名，芝士排第二名，和风排第三名。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薯条啊，真的很一般，它有味儿，但是它不够酥脆，它不够绵密，它就有点柴，软了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现在 right now 在长沙，从杭州坐高铁过来的。就是长沙的酒店每次都会附赠相片，这次是这个，噔噔噔噔。因为每次来这个酒店，他们都会有一个非常夸张的巧克力，很大很大一个。然后这次是皮影戏，这个应该是能看。完了，看也不能看。哎呀妈呀，这皮影戏这个人头断了，我天哪！然后每次他们还会有这个手卡，还画了一个特别可爱的那个蓝色妖姬玫瑰花。然后我刚刚化完妆，现在来吃今天的这家叫七号香。张玉萍说这个汤是排名第一的汤，还送了一个这个小零食。我先喝。那个汤叫刀板肉炖虎藕汤。这个刀板肉，然后这个是里面是莲藕。哦，不错哎，就它炖的还蛮浓的。然后我来吃一下它的这个莲藕，看它粉不粉哦。一般这种莲藕汤它都是比较粉糯的。嗯，很粉，还有丝儿呢。嗯，这个藕不错。它这个刀板肉是不是腌制过的？就是那种咸腌肉的味道。这是啥呀？这是青椒炒捆鸡。啊，这是小黄牛。炸菜皮还有。榨菜吧，啊，榨菜皮，我听着，我以为是那个榨，榨菜皮，嗯，榨菜皮，哦，这个蛮好吃的，青椒腊八豆炒蛋，嗯，很下饭。这叫七号泉水豆腐，我就喜欢吃豆腐，吃豆腐压不掉，嗯，嗯，哎，这豆腐好吃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是菇吗，嗯？对，它有小蘑菇，然后他们评价说这小蘑菇很香，嗯，很香。嗯，这个一总共多少钱？四个菜两个汤是160。但我觉得这个豆腐有点过咸呢。哎，我发现长沙的小炒外卖都是这种锡纸饭盒来打包的，保温，也容易撕开。我觉得这捆鸡一般般。哎，基本上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在浪姐我们一直吃的饭。我们在浪姐吃的那家叫什么？哦，好像是老长沙。我跟你讲，上次张云给我点了一个，哎，也是这种包装的黄喉炒肚丝，嗯。我跟你讲，那整道菜全部都是干辣椒，黄喉没看到，是肚丝没看到。就像这道菜，全是红辣椒跟这个西芹，然后没有牛肉。嗯，你懂是什么感觉吗？我觉得这个给七八分吧，就是十分满分的话。十分满分的话，七八分。今天我们马上一会儿去录《春日迟迟再出发》，好，一会儿见。Hello， 现在是在录《春日迟迟再出发》，我们中场休息，现在是晚上的6点，然后今天点的这个晚餐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空心菜，然后这是土豆丝儿，这是螺丝肉，螺丝肉，鸡肉，大葱炒，然后这还有鸡汤，我来试一下，嗯，这牛肉很好喝。哎，他们家叫什么啊？魏庄是吧？嗯，这是剧组餐，特别好吃，魏庄。嗯，后面的主角是郑玉花。嗯，这不是空心菜，油菜，很好吃。哎，他们家菜真的非常好，而且油很好。嗯，红的这个，嗯，来吃的。嗯，这土豆丝也不错，但这个土豆丝不够酸。然后我来尝尝这螺肉啊。嗯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哎，这鸡肉也很好吃的，我觉得就土豆丝有点一般般。这个也不酸哎，嗯，汤也很好喝，那药材味非常的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哇，我的天哪，欧美这个人是谁啊？我的天哪，真的很肿。然后我现在在休息室，这是我们的康师傅牛肉面，不是休息室就有这个。然后呢，张玉萍拿出了一个过期的马卡龙，还有这个什么法式什么面包，然后他还拿出了这个豆豉鱼。
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提上飞机这件事情，我也是很匪夷所思。他就给我拿出来放在了这个桌子上，就是让我们来尝一下它好不好吃，是吗？就泡面吃是吧？哇，我显得我脸非常的小，这个面比我的脸大很多很多。你看他们多夸张，这全是他们带的零食，什么山楂棒啊，面筋卷啊，面筋卷可好吃了。是直播间的益生菌，他拿那个样品，这好吃吗？好吃好吃，那个最好吃。好啦，不要跟他出来了，别人以为我们是吃货。扫过是不是？虽然是早上10:15，嗯，还行吧。那是不是叫很好吃？还好吧。你是没有跟那个素肉卷对比，那个素肉卷太难吃了，一般般。我把剩下的面吃完。姐，你有自己干过两桶泡面吗？有啊。这很小的面，就很小，随随便便的。我觉得那个辛拉面盒装有个黑色的，是吧？嗯，黑金系列，黑金系列的巨好吃。里面那个蛋包放进去了以后，它就会就融化，紫菜蛋花汤的那种蛋花的这种感觉。这个泡面很好吃，真的把汤圆倒进来。嗯，很像那种你知道。对，啊就是，那种大叔是吗？你喝多酒后，第二天黑灯堂能喝多酒？哦，希望大家没有吧。今天我所有都是金的，渐金的表，金的项链，金的耳环，跟感觉全身都带金项链的衣服，就很富贵的一条衣服，法式宫廷风衬衫，又有一种高贵的、优雅的气质的衬衫。我觉得很不错，很容易搭衣服。登机了，拜拜，干杯，叮叮，小兔子干杯。